我们持续带您掌握中华民国外交部郑重声明：尼加拉瓜共和国在台北时间110年的12月10号决定片面终止跟我国的外交关系，我国政府呢致感痛心跟遗憾。而为了维护呢我国的主权以及尊严，我国决定即日起终止跟尼加拉瓜共和国的外交关系，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跟援助计划，撤离大使馆以及技术团人员。台湾一向是尼加拉瓜忠实可靠的朋友，奥德加总统政府罔顾台尼两国人民多年休戚与共的情谊，我国感到十分的遗憾。我国政府将持续推动踏实外交，以拓展国际生存空间，并且致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，争取我国应有的国际地位。